是就不能怪我了，敬大家。但是一般我也不太想理你们，因为我有自己的事要做。从这种，这个听出出来，他有点兴奋，有没有？这种注意就不行，不够干净。一兴奋呢，声音就浊浊的，可不可以干净一点？要兴奋，每一个歌都要回到原点，是不是？来，这个就是他在瑞穗站在门口思考的状态。七天那张专辑5-6年了吧？我决定1月底我还要再去瑞穗，骑脚踏车。你怎么看？因为我答应周云鹏说，我要带一批太平洋的风的话，去大理找他，做一个没有国籍的人。北田就在我身边，做一个没有国籍的人。像那一幅画一样，只想逃离地球而已。哦，对对对。什么？去看一本书。停。加两个。是好好听哦，你为什么那么会弹吉他？烦。我帮你送哦。你大老婆，大老婆每次都要做这个。发现了一个天才啊！你听我。欺骗，你要做什么？去看一本书，去跟鱼说话，书它会说话，鱼又不念家。我想找一遍可以发呆的草原，如果有起点，我要做什么？去搭一艘白色的船，飘去无边的世界。如果有起点，我要做什么？让一头白发，让你不再认识我。
我要祭奠，你要做什么？去种一棵树，去跟雨说话。种树要做什么？又等不及它长大，不如诚实一些。你让我想你，如果有几天我要做什么，只要能自由，就为着你而死。如果有几天我要做什么，望如其实，也许什么都不做。躺在你身边。